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上课哈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啊，各位同心，大家赞，大家好。好。昨暝困有好无？好。有影无影，困有好，举手我看麦。奇怪，恁搭遮好，我来头一百遍啊呢。我第一暝绝对拢困袂好，拢等于困四五天了，即马佫来我一个过坡，佫袂困，第一暝拢袂困。倒来下暗我就困，会困较好啊。同款，我相信你若困无好，下暗你会困足好，因呐。今仔日下早要为八点拼到下暗十点，所以你一定足忝的。今仔我那那玲玲讲啊，免先去先困较要紧，介侪人会安尼吼。那么我昨讲无了，我等下为只个开始啦吼。啊，那么真欢喜大家今仔安尼吼，透早起来要有精神，较辛苦的吼。为了咱台湾，咱牺牲时间，吼，佮你爱开钱，我来遮上课，三工两暝。诶，咱我第一个来上吼，迄阵是一月份，一月十五、十六、十七月份，迄天六度啦。寒到要死，啊！阮迄阵来设备无遐好，吼，敢若一个摊啊尔，啊叫阮爱家己扎睡袋来。啊，迄阵拄啊草创时期，吼，尤其我住屏东热惯时吼，来遮迄个六度，我寒到迄个暗拢无困。尤其迄阵阮拢困通铺吼，啊，我阁高输人啊，我迄个房间敢若住十六。买十六个啦！我一个靠岸困哦，开始遐咧讲，啊，过来遐咧讲，哇，夭寿！我规暝拢咧听人咧后尾后尾咧声足侪款诶，真正交响乐。啊，即摆我讲了之后，我想了一个故事，我朋友伊建筑师，啊，因建筑师讲话吼，台湾啊，定做伙去台湾各所在佚佗嘛，啊，就是有这个讲这个问题。尾仔就甲讲好，啊无规矩吼，较要赶到会赶招规间安尼就对啊。啊未赶的较比刚迄刚差落遐未赶嘛吼。好哇，即马迄男在困吼，困到半暝啊，拄啊剩一个在困，迄个赶冠军的，剩了一个拢爬起来。哦，啊，做听起来嘛足趣味吼。你会讲个扣几间哦？好，迄真正伊讲，我建筑师朋友，好，我到半暝啊，我已算中坎的啦。起来还佫一半还咧讲，伊讲好，迄真正有差，迄是免他困啦。哦，好啊，真正若过坡困下去，我甲恁祝福，吼、哦，恁算足好个。尤其像我今年去两届美国吼，就中央派阮去美国开记者会。啊，我去美国有这个时差的问题，好、哦，伊遐跟咱只黑白颠倒嘛，差十二点钟哈、哦。啊，我若去遐十天转来，去遐十天开始要适应遐，我又搁飞转来，啊，又搁爱适应遮时间，所以我转来来调差不多一个月。我即届去两届，转来拢爱调一个月，我的时差甲调转来。啊，但是我有咱同心吼，去我转来咧甲问，伊讲无啊，我无差，照食照困，吼、哦。我就无这两间，我感觉人体那阵加做歹哈，啊，所以困下去，食下落去，哦、喔，这是算幸福的哈、喔，表示你身体有够健康哈、喔。好 ，OK， 咱言归正传哈，过、喔、来讲这个咱台湾和美军占领，甲一人讲，我拢无看到美军，哦、喔，啊，但是咱用法律来讲，伊有啥物法律依据？
啊，有啥物迹象？其实我拢总有列差不多27种啊。啊，我今仔刚刚可能提5、6种出来讲哈。OK， 第一个，法律哈，就是靠这个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般命令哈。这个是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哈，因开会所拟定。在1955年8月17日，和这个杜鲁门总统核准了，他来授权和麦克阿瑟将军。在1955年的9月7日，在日本的东京湾的密苏里舰店馆来发布哈，对日本的首相迄天来发布哈，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日本军哈，在台湾加日本军。来导航，就是把日本军、日本台湾军这些武器拢缴械，哈、哦、，OK。啊，你注意讲，伊是用命令，想要用命令，因为蒋介石伊只是中国战区的总司令，啊，那么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战区的盟军统帅。啊，所有的盟军的总统帅是这个杜鲁门总统，啊，这个杜鲁门总统所核准的，当然是用命令的方式，要求蒋介石派的部队来台湾，好，甲平哦，对，啊，这是一个法令哈，美国所发的命令哈，啊，这讲到讲蒋介石部队来台湾，就是依照这个麦克阿瑟这个一般命令第一条哈，啊，这是因为美国是日本。台湾的征服者，所有来攻打台湾的都要跟他美军、中国军将来唔捌有一架飞机飞来到台湾的领空，唔捌有一只船啊，根本就无船啊，因为中国所有的沿海的省份、所有的港口拢由日本军占领，所以中国迄阵无海军，所以嘛无可能讲有一只船啊驶来到咱的海边啊开炮甲咱拍台湾，没有哈、哦，所以是日本是。美国是日本，包括台湾的征服者，所以伊才有权利分配讲盟军什么人去占什么所在。譬如讲，北纬38度以北，或者北朝鲜，包括东北，中国的东北，爱向苏联军哦，苏联这是一个国家，远东区的总司令来导航哦，日本军也伫。北韩啊，甲东北遐个日本军，拢来向苏联军的远东军区的总司令来导航。那么北纬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，就是北越，或者今麦就是越南，伊的北越，包括台湾甲澎湖，是向蒋介石来导航。哦，这是美国安排，哦，什么人向什么人导航？啊，北纬16度以南。包括这个新加坡啊、印尼、马来西亚，这些是向这个澳洲军的总司令来导航。哦，这是拢美国的安排，因为盟军统帅是美国总统杜鲁门。哈，好，过来依据对一个咧，哈，美国是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啊，这是1952年4月18日生效，伊的第二条讲，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。啊、哦，就是地上权的，对吧？这个管辖自治权放弃，并无甲台湾甲澎湖的主权做任何的变更，还是移转。哈、哦，你所有领土若要变更、要移转，绝对要有条约，还是协定。好、哦，才会当做一个正式移转，要有法律的文件的，对吧？到今仔日为止。中国常在讲台湾是因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好，请问你有啥物法律文件讲已经把台湾甲澎湖移交予你中国？无论你这個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，到今拢无这个物件。所以就那个中华民国因常在讲的，就敢若讲咱讲到开罗宣言，但这个开罗宣言已经失效去啊，原底是有效。这因后壁的人，我那靠诚信，话讲出来，握手就遵守啊，唔免讲就爱签名。哦，虽然开罗这个新闻公报是无签名哈，杜鲁那个罗斯福还是迄个丘吉尔拢无签名，但是因遐有一个意向，一个
政治主张，就讲将来战后台湾甲澎湖要行转的号，这个中华民国。但迄阵咧讲的是，台湾甲澎湖也阁是日本的殖民地，因为啊不，迄个开罗宪的1943年嘛。但是1945年的4月初，明治宪法伫台湾实施了，台湾甲澎湖已经变作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啊，所以战后要签这个旧金山合约咧拟定的是，他发现讲这个问题已经无法度阁挂念出去啊。所以只有敢若叫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，哈、哦、啊主权即马伫美国咧肩负，哈、哦、好啊第23条 A 是确认美国是对日本是一个主要占领权国，好、哦、啊有这个主要占领权国，和有次要占领权国，那么中华民国是以次要占领全国的身份，哈、哦、由美国用。麦克阿瑟1号命令派来台湾，哈 ，OK。过来，对日本的和平条约、旧金山合约，哈，是美国跟50个同盟国来协商，啊，这个协商是杜勒斯来主导，这个杜勒斯是由美国总统给聘任做特使，哈，伊跟其他的50个国家来协商，讲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大家要安怎拟定，吼、哦，大家拢会当同意，吼、哦。这个杜勒斯尾啊，做到美国的国务卿，哈、哦。好，过来咱看讲台湾关系法，吼、哦，这个较近的哈、哦。这是1979年4月7日订立，是安怎订立这个？就是因为1979年1月7日，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，去跟阿强啊建交。啊、所以麦克阿瑟一号命令直接准当去，所以因的参众议院哈，赶紧伫4月7日订立这个台湾关系法。啊，因咧订这个台湾关系法，无跟咱台湾人协商，因直接订立，但是追溯到1月7日，安尼较跟迄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一号较连接一条，哈、哦，袂晓断断的哈。好，啊，这个是台湾关系法，是美国的国内法。美国是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依靠权力，靠这个义务来订立，哈、哦，来保护台湾的对吧？咱拢唔捌听到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，哈、哦，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，哦，因为因这两个国家无这个权力，因为伊唔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哈、哦、，OK， 好，过来，1982年，雷根对台湾有一个6项保证，这是因为迄阵。美国要跟中共要签8.17公报，啊，迄阵风声鹤唳，迄阵蒋经国咧做中华民国总统，伊咧外交部门、情报部门有得到这个消息，讲美国要搁跟阿强啊签新的公报，有可能会出卖台湾，哈、哦。因为伫1949年，迄阵国共内战当咧拍到真热的时，迄阵。蒋介石一直败退，啊，美国佫发布一个对华白皮书，迄、那个对华白皮书等于是对国民党压垮国民党最后的一根稻草，哦，就是讲，伊发布了就是，内底讲的就是准备要放弃蒋介石这个政权，啊，所以尾啊，兵败如山倒，规个阵连咪就撤退到为台湾来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。蒋介石看到美国要跟阿强啊签这个8.17公报，惊到。啊，所以伊赶紧动用伊的外交系统去甲雷根总统要求，叫伊爱对台湾爱有一挂或者安大人心的一挂宣誓的对吧？因为迄当时台湾民心浮动。一直咧谣传台湾要予美国出卖予阿强啊，所以迄阵咧台湾咧好野人，无论是国民党诶还是党外，真侪好野人拢咧办移民，吼、哦，赶紧要离开台湾。哦，所以迄阵房地产啦，房价大家拢咧脱产，拢咧脱手，吼、哦，财产拢咧卖，要煞去欧美诶国家去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
在这个情况下，你跟看情形不好哈，对台湾就不好，所以伊伫阿未签拜时，恐怕进前就赶紧来台湾，向台湾发布这个六项保证。好，啊，咱来看伊这个六项保证有写啥哈？第一个就是讲，美国无意思要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。啊，咱即摆注意讲，这个对台军售，现在用这个 time 是对中华民国军售。这就是因为1979年，这82年嘛，第三年前，美国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。那么美国也国务院有通令，所有的外交使节馆哈、大使馆，拢未使的官员拢未使跟中华民国的官员伫正式的场合见面哈、所以，已经个下令讲未使个用。中华民国来称呼台湾这个所在，刚才听讲台湾治理当局，哈，台湾关系法来的，你称呼台湾是讲叫做台湾治理当局，哈，所以这个对台，这个台是台湾治理当局，哈 ，OK， 不是讲美国咱台湾人哦，哈 ，OK， 第二，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的议题，首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主商来参详，好，唔免甲问就对啊。OK， 第三，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，来停止对台湾的军事武器的销售哈。第四，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，因为台湾关系法会使讲是保护着住伫台湾顶管所有的人士，无论你是国民党的，还是民进党的，无论你是中国人，还是台湾人，拢总受着台湾关系法。保护，哦，这个 the people on Taiwan 哦，伊内底台湾关系法用词是 on Taiwan， 只要你是住伫顶管的人民，拢受美国保护。啊，那么旧金山会是讲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就是保护着本土台湾人哈、所以咱秘书长一直要求将来爱甲台湾关系法悬置，爱回归到旧金山会议哈。咱各美国，美国的高等法院嘛，要求美国的行政部门，就是国务院，要依照旧金山和平条，依照美国宪法来，和台湾的国际地位要正常化，吼、哦。OK， 第五，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，美国未施压迫，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，吼、哦。其实这个两岸。是真含糊的话语了，啊！你这个《上海公报》，美国 acknowledge 得知了哈，这真侪人把这个英文这 acknowledge 加翻译承认，其实 acknowledge 你拿以韦氏词典来讲是得知呢。美国有听到讲，你两岸的中国人拢承认。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。你要注意听，是两岸中国人，伊不讲咱台湾人啊。啊，你两个中国人，两岸中国人，你要安怎讲是恁的代志？但是台湾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啊。美国有听到恁两岸的中国人安尼讲，但是美国无甲你承认，伊是干那讲得知哦，我有知影恁在安尼讲，但是他没有承认，和美国嘛做个生文字游戏哈。第六，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这个主张，美国无承认哈。台湾的主权是伫日本天皇手里，哈，但是这主权阁要美国甲肩负，好，要求日本爱放弃台湾的管辖治理权呢，哈 ，OK。你看这六个主张，咱拢唔捌听过其他的国家。对台湾有任何保证，还是承诺？哦，这绝对是美国跟咱台湾有相当密切的关系。哦，这密切的关系就他多讲，伊是咱的监护人，哈、哦，都敢那是别个囝，哈、哦。伫阿伯长大成人之前，哦、父母就是监护人，好、哦，伊要甲你保护，同款这个意思。美国即马是咧。
所有咧保护台湾甲澎湖是美国，咱唔好忘记是美国咧保护台湾甲澎湖，唔是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是等于咱大日本帝国的台湾澎湖，是伫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伫国共内战、国民党啊输甲痛苦的时，走路占据一个所在和安家立命的所在。是美国第七舰队咧保护台湾，吼、哦，唔是中华民国咧保护。你国包括什么古林头战役，迄嘛是咱台湾迄个拍动落来呢。迄阵呢，毛泽东认为讲要摕金门、马祖量量啊，这两块小岛遐细粒，规个中国都拢许我共产军占领啊，这两块要摕简单，所以伊就。伫军队期间，吼，就为厦门遐集结，就用船啊，就要攻金门。结果，伊唔知影讲，咱台湾军已经有蒋介石吼，甲派伫金门咧守，差不多一个师。那么，咱只台湾军是唔捌拍输过，所以战斗力足强啊。颠倒是遐老乌啊！听到阿公阿妹来的皮皮刷，拢拄好咱只冲完那兵器咧战。尤其迄阵蒋介石嘛知影讲，伊若要去靠因个国民党军的指挥系统保输的，因为伊个啥物战术，毛泽东吼，即、這个周恩来拢足了解，所以伊去利用迄阵伫即个。中国有跟阿强啊、小正国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将军，甲聘请来，叫做白团，吼、哦，啊，因来要求伊拢来换服装，拢穿中华民国军装，啊，在这个参谋会议内底，拢负责咧沙盘推演，要安怎修，要安怎攻，哦，所以迄个建筑已经是日本的建筑，唔是中国动。这个东军这个战术啦，所以阿强啊靠过，吼、哦，这个白团因用这个口袋战术，就是伫你登陆的时候，伊简单看你拍着了，就惊撤退，啊，变作一个口袋，让你一直因你的共军一直入来，到尾啊，甲为湘兵截击，甲封锁起来，规个甲歼灭，啊，所以规个战术无讲了，阿强啊，即个就食着惊。所以古林头战役会拍赢，第一就是指挥官战术换人啊，是日本军咧指挥，台湾军咧拍，台湾军唔知影啥物话就失败了对吧？所以战斗力足强啊！啊，这个中国国民党的东军听到阿强啊拍来时，会使讲惊到喘西喘尿的人，免啊战。所以是咱台湾军伫古林头战役甲这个战甲拍赢。你若讲因中国共产迄个中国国民党军啊是常胜将军哦，因特别走来台湾啊啦，拢拍赢都伫北京成立政权啊，对不？国民党就应该去北京庆祝啊，那会走来台湾哦，安尼大家应该知影哈。好啊，所以无其他的国家跟咱做保证，就表示讲是跟咱美国跟咱的关系。为法律上吼，伊是根据旧金山合约，佮不也佮依照台湾关系法哈。开始来对台湾讲这六项保证，啊，嘛会使讲用男女关系来讲，这个男女关系一定发展到真好啊。论及婚嫁，哦啊，男方要甲女方求婚，我讲啊，你来嫁我吼，我甲你保证，你嫁我一定足幸福的。你嫁我以后，我逐月拢5万块，你买衫裤，3万块，你买化妆品，一定安尼甲你保证，吼、哦。是不是表示咱跟美国原来有类似像这款的关系哈？好，过来咱来看台湾的新竹乐山有一个雷达基地，是安那挂美国国旗。这座雷达站是上新的，全世界还有四座哈，咱台湾即嘛美军设一座，因为台湾是美国麦克阿瑟讲的，号称未点的防空母舰。啊，所以这个地理位置，拄啊会当
监控规个整个中国，因为这个历史雷拉站的这个电波会当下一到差不多新疆遮吼、哦，中国规个拢当迄个监视涵盖范围内底，甚至到北韩拢要因咧发射大浦洞飞弹咧试射，拢总侦查会到。所以伫这个情况下，美国要求讲要带新德勒山遮起这个雷达基地，但是叫中华民国要出钱。这拢拢开300多亿，伫三年前起要好啊，进前美国阁要求爱去增加预算，因为美国发现讲中华民国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，真济美国的高科技的技术也是袂好，台湾遮武器拢有一寡即个机密资料拢外流去中国迄边去，所以要求爱去追加预算。所以拢拢追加到要400亿台票，还阁做加密的防护的装置。结果这400多亿，拢咱台湾人的税金钱。结果美国伫内底咧操控，美国人拢美国人伫内底咧操作，吼、哦。即所得到的资讯、的资料，拢链接去到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的司令手，吼、哦。美军的太平洋总司令部伫夏威夷哈，啊，美国若要甲较次要无介重要资料，伊开互你中华民国三军的指挥部了解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人纳的税金钱所起的，是美国人伫内底咧操作，佮挂美国旗，代表这个地区是美国军事占领的所在。你甲想，如果台湾若毋是美国咧管的？管辖治理权乃至美国咧管的，美国哪会使大家命令讲爱大家起基一个雷达基地，吼、哦，啊个一定好挂美国旗，啊无你美国无你去北韩，无人去一座看伊要让你带去无，啊要让你挂美国旗无，啊是你阿强阿遐，我那设一个雷达站，看阿强要让你设无，啊要让你挂美国旗无，吼、哦，用咱内想就知影。过来，到底是对一国咧替咱台湾的渔民咧呼吁？哦，咱今年啊，当几位啊，当迄个屏东小琉球一个船长，吼、哦，洪慈进林爸爸，向菲律宾的公务船的人员拍死。啊，迄阵吼引起台湾人的愤怒，所以马英九就往那鸡啊两眼开，就派都开始派。迄、那个海军署上大只，什么德新舰去吼，去级的，特别去护卫。尾啊，看咱台湾人的愤怒无停，搁加码，讲啊无搁派迄个军舰，派几只，这基德舰。但你注意甲看，啊，这基德舰的上顶员哪会挂美国国旗？啊，中华民国旗啊，他会挂伫半中一半只，什么意思？代表这只船啊，是代表美国。出勤务啊！好、哦，安尼是对一国咧保护台湾的渔民。啊，怎啊？马英九佮看民怨还没有平息，啊，不过加码，我派无人机出来，派 F-16，啊，佮派幻象2000，结果 F-16 啊载一只落来，啊，幻象2000啊载一只落来，好、哦，我只是怀疑讲，美国咧打东啊，讲你妈介绍你莫。迄船啊，咧赛就慢慢啊，忽然去忽一个九人舱，就冲过巴士海峡这中线啊咧，啊会侵入领空啊，那唔多真正拍起来。我咧想讲，是毋是美国已经有用无线的迄个操控的技术，发射一寡指令，准好迄个忽然机载落来，无遐遐拄好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为遮你咧看讲，是美国咧替咱台湾的渔民咧呼吁啦，哈。其实，中华民国三军伊个战争的时阵的指挥权伫美国太平洋司令的手里。现在美国下令，中华民国三军的总司令部拢来裁撤，剩指挥部。啊，这个指挥部是爱听美国的指挥啊。美国人下的命令，叫你创啥，你的部队安怎调动，是美国咧做的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同款。唔好讲是中国军在带台湾咧，甲咱保护，唔是哈。后壁真正的操控者哦，指挥者是美国。
你包括即卖南韩嘛，同款啊。南韩呢，因为指挥官是韩国军部唔对，韩国兵吼、哦，副指挥官是美国嘅。啊，平常时拢韩国指挥官咧处理代志，但是若到战争嘅时阵，那南北韩咧战争，美国嘅指挥官就起来领导修正啦。本来第三年前就要迄阵。那个南韩的美军和韩军有一个协议，讲2014年，就是每年要把战争的指挥权要献予韩国军的指挥官。结果去年这天安舰事件有无？韩国一架这个海军的军舰，有不明国籍的鱼雷给拍沉了，啊，造成南北韩。足紧张诶，有可能南北韩会阁战争，啊，所以为迄届开始，换韩国军阁要求美军讲，进行迄个协议，咱取消，也是乎你美军伫战争诶时阵，原来你美军来领导，来修正安尼，哦，所以安尼咱会当了解讲到底是谁是头家啦，哈，好，啊，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，我著讲到这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校员，请起立。今日下课休困10分钟。